大家好，我是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防范 COVID-19 疫情，我国自一月十五日起加强入境旅客居家检疫措施。如果您需入境我国，请提供搭机前三日内检验报告及检疫居所证明。提醒您，检疫居所请以防疫旅宿或集中检疫所为主。您可上网参考防疫旅宿专区网页，或拨打各县市防疫旅宿联络窗口电话咨询。请注意。 如果您希望在家中进行居家检疫，必须一人一户，家中不可有非居家检疫对象，且需填写《切结书》。感谢所有入境旅客配合防疫措施，共同守护全体国人的健康与安全。 是打拼二十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月二十五号的股市万德福。那快要农历年封关了，那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大概都不敢。 很用力的买啦，对不对？不过阿德要鼓励各位，你一定要用力的买。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每一年都这样演每一年都这样演，大家都知道啦。那封关前大概资金缩缩嘛，那一般的民间大概都是要做那个所谓资金运用嘛，所以资金会缩缩回去的，包括股市也是这样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啦，你你你期股市呐，超过十年也打概拢这工。 这类行情是安怎嘛？因为丙种资金大概会把本土的一些好内资股啦，好，那你称为内资股，大概都会震荡一下啦，震荡一下啦。那现阶段怎么去做，哦，就成了很大的课题嘛。那很多人都说啊，不要做对，其实做短哈，你真正袂赚到大钱啦，因为阿德今天哦，举例的股票你大概都知道，比如金星科，它又创历史新高啊，为什么？ 阿德做的股票，从你不相信变成相信，变成创历史新高，以后还会继续赚。其实它就是趋势啦，就是趋势啦。因为今天大盘来，今天大盘跌了七十二点，可是你扣掉台积电，其实大盘是涨的啦，对吧？其实大盘是涨的。可是很多人会想说啊，如果台积电它是跌下来，整个行情打下来，你信心就不足了嘛？ 你就不敢报啦其实不是要这样讲了哈，其实公公开白听，讲难听一点啦很很多老师在分析台积电哦、喔，像台积电伊都做得输诶，你敢猜？真的啦，不骗你啦，很多很多老师都说啊，股票啊不要你啊，阿伯在在做台积电对吧？对吧？连台积电那都做到输的嘞你要看我我请教你，台积电阿你一波段上来，趋势上来，对不对？阿、啊、你想那做得输诶？ 好啊,啊，我的问你啊，一个波段上来，你为什么做到输的？啊，因为你最高杀低啦，看到气，看到好，看看到大家在讲，你都对人讲嘛，对唔对？你你没有办法领先布局嘛，那阿德就有办法领先布局啦。你來看，这、就是今天一月二十五号嘛，早上八点四十九分嘛，因为我给各位的消息，包括我在电视上所讲的消息，我都会领先，还领先才有价值嘛，我要先大力讲。 不是收盘以后才大力讲，啊收盘以后才大力讲都无价值啦，对吧？收盘的涨停板谁都会讲啊，重点你要买到股票会涨停板，这才有用嘛。所以阿德要讲的就是安，来，所以上周五什么 IBM、Intel 公布财报，这個、不重要，为什么？因为那能力那无重要，因为它带动台股嘛，对吧？所以你看看，你看看，其实现阶段的台股好像受到美股的影响，对不对？对，好来。 那你就看这里，我们直接讲重点。你看，传出德国的经济部长直接透过管道打电话给台积电，希望他提供车用晶片哦。这个你今天的多消息嘛？对吧？因为你今天看阿德的节目，你大概要知道两两个重点嘛。第一个，你未来阿德怎么看？阿德看好嘛？那买什么嘛？好，第二个重点。所以第一个重点，阿德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这是星期一，对不对？来。 我们来看上个礼拜五，这上个礼拜五嘛，八点五十九分开盘了没有？还没有。阿、啊、德讲什么？来，你看台积电告诉我们，全球的设计等于 IC 设计都动起来了。你卖猛攻，阿、啊、德为什米在？来，哥哥继续看了。这是上个礼拜四，一月二十一号，对不对？八点四十二分，阿德豪林的消息是不是拢领先？好、哦，这就是重点啊，这就是重点。来，你来看。 传传欧美停止供应中国车用晶片，为什么？欠货啊，欠货啊！阿叻，你来注意看，其实中国的车用晶片是唔是全世界用上车？你可能唔知道嘛？现在的电动车，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电动车在哪里？中国。所以讲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阿德看多还是看空？看多。 那你现在第二个重点要不要买车用电子、电动车或者是车用相关的？要不要？要，为什么？因为它是趋势。好，如果是趋势，阿德领先告诉你，那你可不可以赚到钱？可以啦，可以赚到钱呢、啊。因为选股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要看皮如工、美国的特斯拉，美国的特斯拉，如果你把它看到所谓的。 它的股价最高是不是八百四十四块美元？大概是这个价位嘛？它如果折合台币是四四千几块吧？对吧？我能过阿拉说、啊、折合折合等还原圈子已经是一差五嘛，还原的一讲还原一要不分差也算候等像我们在配股配息的还没配股配息之前，它是不是四千多块美元？四千多块？那我请问你？ 特斯拉最落水的时，大概二十块以下嘛。我们那车十九块，是去两百三十几倍呢，对吧？所以你选股是什么？选趋势嘛。那有很多人说啊，特斯拉没去呀、啊。所以你现阶段选的好，两两边哦，这精彩啊。譬如特斯拉的概念股，你也看，啊，譬如茂联，茂联从低档到高档你也升起来，还不让当提四十趴。 我这足结尾啦，你看美国的特斯拉，特斯拉本身你如果把它还原过来，它涨了两百三十二倍啊！伟然工哦，我就去赌那个茂脸可以啦长线来讲它是很棒啊，因为它赚的也不错啊，一它一一获利一营收都在创新高嘛。可是比它更凶悍的，比如说有特斯拉，或有所谓玉龙概念股，或者是阿海概念股的。 有没有涨比茂林更多？有，有。比如说，我举例一档，比如说六一二一，我们来看六一二一。如果从低档到高档，其实它涨了多少？大概将近八十趴啊！老师啊，你这,這样呢，跟茂林比起来比卡好啊，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我现在有一项的一项的电动车的概念股，或者是我有双概念，双概念比较强嘛，对吧？ 最好是有三概念、四概念、五概念，包括中国、中国的汽车，我通通吃吃上来。阿内概念如追，我是不是越会涨？好像是哦、喔。你看阿嗨啊，阿嗨，我们随便举例就好了。比如说以盛，以盛，那来看啊，以盛又跟我刚才讲的比，哎、欸，它获利绝对不会赢辛普吧？不会吧？可是你一看，它低一档高档二十几块，高七十几块。 它涨了多少？涨了两倍多哎、欸！啊，你讲啊，它特斯拉币嘛是大巫见小巫了，但是它至少还涨了两倍多，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选股你就知道啦，你就知道啦，你要选哪一个集团？比如说现在 M I H，那你如果愿意买，最好是选还没涨的嘛。 还没涨的嘛，因为还没涨，你未来的希望就大了嘛。所以阿德事先跟你讲，比如说缺货，没错啊，他就缺货嘛。全世界的来共了前五大占了八十五趴，八十五趴车用镜片降八十五趴，哎，怎么欠回啊？人家欠回啊！所以说我得跟你讲，你如果跟着阿德做，啊、有赚没赚啊？为什么？因为你买了金星科，包括上个礼拜五我说。 盘中我说我还要加嘛，我没骗你啊，我还要买嘛。那你看到上个礼拜五亮灯涨停，你创历史性高、哦。那我为什么放金星科给各位看？因为恭喜各级各等级会员嘛，所以你是我的会员，一通通都有嘛，对吧？除非你偷拍掉。所以讲，那这做股票。 如果它是一个趋势，你得搭配落去，你得听我谈嘛。阿德唔写咧标记下，阿德是来讲，那即嘛你要变未来嘛？未来什么熊贺？趋势熊贺嘛？所以说你要款，今天是一月二十五号，恭喜所有等级的会员金星科再创历史新高，二十米来报好，你报好报满嘛？你不要说阿德没有跟你说嘛？阿德每一笔资料都会有留存。你外款，这是九月十四号啊。 第二款说，统一发布讯息，市价买进金星科，股价还没涨过的新朋友跟进来啊！金星科还没涨过啦，那时候还没涨过啦。那你以为阿德随便讲讲吗？阿德真的把那个讯息带带来了啦、啊。来，导播，我们先看一下当初我怎么讲的。老羞嘞，这样无好能看，你能讲，你能讲阿德胡白讲嘞？ 九月十四号九点十分统一发讯，统一发讯，统一发讯，统一发讯。第二，各级的朋友，你点有啦？除非你无位吧？对。望股价还没涨过的新朋友，你来跟进对唔对？没错吧？来了那个环节，对接对接对接，是不是这里？所以我不是在标记一下，我是真的有叫你买吧？我是真的有叫你买吧？好来，到今天为止。 咱卖台积电，讲规避到规避，是毋是偷？赚三倍，是啊，毋是？是毋是赚三倍？要不要卖？不要卖！不要卖！台积电都咧讲啊，你伫咧烦恼啥？台积电讲要为那个等、那个电动车做准备的，你还在在那？对，你爱烦恼啥？阿它的上游上游不是金星科这一种的吗？ 以前我大家统一讲，你手机了高调，伊都无爱，就创历史新高啊，对唔对？所以讲这种股票，我点啊，同同讲讲，你如果懂一个趋势，一个趋势，电动车的趋势，未来的趋势，你得未来就对二，你得观上，我还要买，对吧？我是不是叫你还要买？ 那九月十四号你没有买到的，你至少上个礼拜五要买吧。今天又创历史新高啊，重点就是在加。它如果是趋势，我都哪你讲啊？你看啊，熊熊上游，熊上,上游不是在涨吗？所以讲，我都哪你讲？你拿新兴科技在卖的，其实安尼就对啊，你就赚到不啊。干唔是安尼？阿到来讲，你拿一百万，你起码是要变四百三十七万，没错吧？像这架势，你真正要跌的嘛？ 这是这今天里面跌嘛？今天不是说涨停板就跟你说啊，我有，不是吧？阿德是哪里供？你加，对不？所以说我告诉你的说，哎、欸、啊，这里如果你要买，你如果愿意跟着阿德一百二十五点五啊，没错吧？那上来的话，你若有三百万的人得哎、欸，你起码是变一千三百万呢、欸。你如果有三百万的人，你是拼一千三百万呢、欸。 你是不是希望把一千三百万放口袋？是啊，那是有趋势就错不了啦，这是趋势啊。所以，共我得大你讲，其实跟着阿德做趋势就错不了了。趋势不是阿德的一个人讲的，你过来看。譬如共现在有两个联盟、三个联盟、四个联盟，欧洲嘛是联盟，欧洲就嘛不是有电动车，起码以他他现在的服饰集团已经开始在拼了嘛，对唔对？ 啊、阿什么阿海的联盟嘛出来啊下，阿路亚拼了去啊，阿谁会成功我唔知道啊，可是选股就很重要啊。如果很多人说，欸、老师啊，你的你算的股票，你算的股票拢人们呢、欸？错，不是这样，是大家还没有发觉、欸。所以我给你的阿德也签名了啊，你可以去上我官网看，你可以把它照起来，我一个字都没改。 我只是送给你是什么趋势？如果你买到趋势，你你你拿到阿德的趋势，你都躺掉啊！啊，这趋势睡吧、哦？搁看一嘞，你得挂卖一嘞。如果我们在选，你要不要选一个同门？ 到底你比如选红海的这一组，还是特斯拉这一组？如果你要选特斯拉这一组，阿德是咪打你供？阿欠会啊，阿欠会啊，就是安尼啊。我唔只来讲你加阿德的 Q R Code，我们马上分享，我们来验证。那你拿到的，我们就来验证嘛，对吧？哎、啊、呦，老师啊，这个股票你当佮意，进前嘛是你叫的，对啊。之前系统店第一波在涨的时候，也是阿德叫的啊。 那现阶段阿德是咪大力讲？其实这足简单，的这免看啊。为什么系统天唔免看？伊现在的拜登起来，他就是有双什么双利多啊。所以你如果双利多你拿到，其实你没还热啦，对不对？那我问各位，如果你没有的人呢？来，啊你都提一支。 机器人赶快了！我我一直想说，如果电动车现在有两个联盟，你别选特斯拉，也是选红海，对吧？他桑阿德伊里达，你强调你要选选的一边。我讲过啊，特斯拉开煤气好。如果你保守的，啊、那你选特斯拉嘛？他会不会引声喷出来？所以讲阿德达里讲哎，等于讲如果他会狂喷的机会的来的有钱人已经跳进去呀、啊。这个军工。 很多人说，老师啊，买买买买，今嘛要封关啊，啊、没农历年啦。无我看博旭来，修的嘛是有啊，来你看，这是,不是保修的？这很保守了吧？第二波狂喷的车，保修哦，来，麻烦这里来。自从二零二零年十月以来，电动车是毋是第二的大机会，是吧？麻烦这里，啥？这里来,來，那这个重点在哪里？ 你要看，一个叫腾飞。腾飞，你要看，今啊里，哎呦，老师啊，今天又创波段新高，对不对？对吧？今天又创波段新高，那我请问你，我什么时候给你的？信不信？一月二十号，我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认为？我老师这无人来讲，来看一下呢？是不是没人讲？真的啊？可是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一。 二三四四根红棒啦、啊，啊，他有没有拉屎的？为什么你给我看看清楚哎、欸？这奇怪吧！所以我一我在一再在,在想，如果现在电动车上是趋势，那你保守的人，那你就买这种的嘛。所以我给你，你敢买？亮灯，再涨，今天再涨。阿德打你工伤啊！来。 对接嘞，一月二十号，一月二十号来对接。一月二十一号，你若有诶，你著来贴；你若是外汇员，你著来贴。你把它照起来，看你有没有收到。来，一月二十一号，我们讲来，你拿阿德的 Q R code，我们来分享来验证。一月二十一号十一点十一点十七分，有验证哦，买会丢，赚会丢，涨停板向上，对唔对？来，今天。 星期一，再创波段高，安掉安掉。阿德先打的工司，十一点十六分外公统一发信各，各级会员，各级会员，各级会员，哎、欸，底飞你宝买哈，阿、啊、伯各级会员，腾辉又要喷了，你做好坐假，你喜欢抱好坐假，来，阿米坐驾，阿什是坐驾？啊是不是坐 你讲阿、啊、老师啊，我今日才看到，我有讲，我有讲，而且我带证据来，来导播 VC 啊，我今日讲发股票吼，真正是真正系运气运气啦，运气运气啦，啊你都熊看到啊，啊他都熊在上低点，啊红的出量，啊你熊在达尾落去，他会不会第二波狂喷的车？对吧？对吧？啊，你都看麦啊！ 都熊熊的看到，熊熊的卖了去，对吧？都熊熊的卖了。今天我的新朋友，对吧？昨天是你就水加入的新朋友，今天你们有收到？你有没有买嘛？对不对啊？买了，是不是很爽？<music> 对吧？计较你卖的有贪嘛？<music> 来了，来来来，第二波狂喷的车，好唔好？来对看买是不是？<music> 来对看买 来兑换买，因为我我一直讲说，股票是要买来涨的啦。阿、啊、你都熊看到，阿、啊、熊的伊个爆量，你熊的拉尾了，伊熊的涨停啊，对吧？啊，涨停以后呢，再涨啊，啊，涨停以后呢，再涨啊，阿、啊、你是不是做教？所以阿德不是说，你是咪来讲，你爆好，你爆好，你爆好，因为爆好就对了啦，因为爆好就对了啦。 因为报好就对了啦，因为报好就对了啦。来，你报好，我们来做价。啊，是不是？阿你够赚到啊？够赚到啊！所以讲这股票，阿你有跟单无？有嘛？啊别个无？没啦。第二波狂喷的车，阿德在打你讲，如果你没有跟到，没关系，来充电再喷。阿德来讲，你来算。阿德替你算好啊啦。阿德替你算好啊啦。其实阿德在你讲，知道谁会领先喷出的啦。 因为很简单啦、啊，如果它是机会，如果它是趋势，阿里的 W L K，里的 W L 去，你就买。有些人会抓住像腾辉二点零这一种的，我现在俗啊，俗啊，兄弟 W L 去，你唔惊输啦，对不对？为什么叫腾辉二点零？因为俗啊，兄弟 W L 去，你唔惊惊输，来来来来来，你电话打卡落去，拍碎敲电话嘛无紧。 你即马来，手机啊摕起啊，你再加落去，就是你的。祝各位操作顺利。哎、欸，你还会记加，也阁有一段哦，先进广告。二零二一。 贵气金牛来报道，一八八超值限定，让您油气冲天，无往不利。超值专线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零二。 八五一二五八五八，5 8 5 8. 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涨停，涨停又涨停，你抓住了吗？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经验老道，专业领航，强势获利。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二零二一贵气金牛来报道，一八八超值限定，让您油气冲天，无往不利。超值专线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是打拼二十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的，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欢迎回到现场，阿德典。人公，你做股票分两奖嘛，你哪么卡熊呢？因为这卡熊嘛，因为台积电、红海联盟、德个联、菲亚特、一车七。 激励，其实种较强嘛，因为 M I H 同门最近能标了，最强的,的嘛。嘿，现在标龙几也倍嘛。如果你最上游的金星科，啊，都我得来讲过啊，这个作用最上游的，一直起五百块呢，五倍多了哎。阿你讲无摊啊无赚掉，我要紧啊，那也要紧。如果你你这种股票有的真的要爆，我来讲一步一卡音嘛，这也唔免急啊。 你讲那么一百万赚五百万，无法进呐！一波一开，一百万赚五十万，一百万赚一百万，按按部就班来，还、啊、得来日到三更。这种股票还是要爆啊？为什么？因为这种股票就是趋势吧，这种抓不起嘛。啊，哥，我我老师，我我还没他管呢，他较雄诶，强者恒强，我相信来买灭了。有很多人买不进去嘛？为什么？因为你刚才看到伊个股价，它已经飙上来，你会惊，它创历史新高咧。 那为什么阿德要讲？因为阿德的有有啊，阿德的会员有啊。好，那你可以买这一种的嘛，腾辉啊，而且刚不够削，这足削的呢，这足削的呢。阿德大力讲，用老师啊，削一点有削的理由，你那敢买，你都熊熊看到熊，伊都不用，熊，伊都扭起。而且、啊、特斯拉的概念股虽然起了，较慢，但是这嘛是赚啦，还是让你赚了、啊。啊今天跌，今天跌，它还是涨啊。 七七趴嘛是 k e 二十三趴嘛是 k 啊。y 阿你别贪嘛，所以讲你来选择阿德帮你选好的嘛，对唔对？好，无紧，这個、你无无摕到无紧，那摕一支充电再喷，所以阿德好利好你见，你咋想领先喷出无特斯拉也是红海，红海较难喷到，但是现阶段如果要叫你买喷的，抢人抢的你别赔了，不要紧，无紧，狂喷的机会你得搭买。 安尼就对啊，因为俗，所以讲你即马有钱人是毋是腾飞二点零？阿着同你讲，来你搁啊看一遍。当初时阿着咧讲的时阵，我头先啊美 c 安尼用看较清清楚，啊即安尼喷起来是毋是直线？啊？你着趁对啊，所以讲充电再喷，安、啊、尼了解无？所以讲提互你，阿着提互你先同你见过。所以讲特斯拉、红海谁领先喷出，你拢知？ 但是重点现在喷出，你唔唔敢买，咱就找狂喷的机会，机会给一家。有些人抓住腾飞二点二就得拉偏了去，对,對，吧？好，来你电话打进来，不敢打电话的没关系，你手机贴起加 QR code，加了咱来分享，分享由我们来验证，充电再喷，祝各位操作顺利，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